我吃个虾，再来个鲍鱼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呀？只要你喜欢吃，我天天我都做给你吃，你多吃点。嗯，老板先别吃了，听说你家海鲜不错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姐，200块钱海鲜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200块钱能有几包呀？在咱们家，这一张都用不完。来，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。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。哎，大姐，这个是咱家扇贝各大无泥沙海带黄，三包啊，三包鱿鱼脖，一包400克的鱿鱼脖，两包的深海章鱼须，两包的无沙花甲肉，再来上两包蛏王肉，一箱的，一共14包呢，送你2只澳鲍，一大箱子，只需要2个9，还给您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